为什么很多人，很多科学家，他们不能够信主，就觉得好像信仰和科学是对立的。很多信仰谈到的问题，童女生子、死人复活，都是科学没法验证。我们觉得科学无法验证的事情就不能够相信，啊，所以很多人就以为科学和信仰都对着的。实际我们通过前边的几个讲座，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尤其从现代科学的发展，很清楚地看到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和基督徒的参与，在现代科学的发展过程当中起了重要的不可磨灭的作用。有人甚至讲，基督教的信仰是现代科学之母，没有基督教的信仰就没有现代科学的发展。因为神他不仅创造了规律，而且他保守这个规律不变，而且他给我们智慧能够认识这个规律，加上这些，所以让我们科学技术才可能成为现实。因为如果神不创造规律，神不保守规律，科学如何去认识规律啊？科学兼职的任务就是认识已经存在的规律，科学不能够改变规律，它也不能够创造规律。所以如果没有神创造规律，这科学一切都没有可不可行呢？好，是我们谈到基督教的信仰乃是整个科学的源泉，这位独一的真神是整个基督教的源泉。我们也谈到这整个几百年以前啊，一些伟大的科学家90%以上都是信耶稣信神的。那很多人就有一个想法，说好像怎么是老是翻旧账啊，好像以前的那几百年以前，因为大家都是在基督教信仰的熏陶下，你反正是信不信稀里糊涂跟着就信啊，因为你家庭有人信主，所以呢你从小就跟着去教会，慢慢的你跟着就信了。实际这种说法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如果他的家庭有基督教或者天主教的背景，那从小跟着父母去教会，那这样的话他在接受信仰的时候可能会少一点挣扎啊，不像我们要从无神论啊、唯物主义啊挣扎了半天才能解，因为他从小可能就没有这些概念，是容易一点。但是大家可以想象，当一个人他开始长大以后，他绝不可能对他自己的信仰采取这样草率的办法。你不说他们了，就看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大家都有这个感觉啊。当我们的孩子慢慢进了大学以后，信仰是受到非常严重的一个挑战。为什么？他离开自己的父母，离开自己教会以后，他要重新来思考，终于面对新的环境。所以有的孩子们上了大学以后，信仰就开始 shake， 动摇得很厉害， shake 了半天，最后有时候就回来了。所以你不可能想象这些伟大的科学家在科学问题上是这么样的严谨，这样的这个慎重，他可在信仰上采取人云亦云的态度，这是很难想象的事情。实际情况我们也知道，很多伟大的科学家他们都不是说糊里糊涂的信的。我前面也讲到了，像化学之父波义尔，波义尔是28岁才信主啊，他不是说一开始父母就带着他信教会就信的，不是。牛顿也是，他说他是在观察天体的时候，研究天文学的时候认识到神。而且我们还在看，即便现代的一些伟大的一些很著名的科学家，他们的信仰上也是非常的慎重的。原来有一位是这个当代英国非常著名的大气物理学家江侯顿他叫侯顿，他写了一本书叫宇宙是机遇还是信仰，就谈到这本书。他在这本书里面他就谈到，他说他谈到他自己信仰的时候，他就这么说，他说有了很强的历史的证据，加上千千万万基督徒的见证，也不能够说服我，因为我要亲自去体验证实我可以与神建立的个人的关系。那么我需要的是怎样的证据呢？很少有人像使徒保罗突然看见属灵的事实如刺眼的光芒照亮了整个信仰的今天。多数人走向信仰的过程比较长远，就像人与人的关系一样，一见钟情的到底比较少，多数人都是逐渐的认识到神的真实的。所以他说，我个人的论点包括了历史的证据、历代教会的经验，加上我个人的体验，
都是贯穿一致的体系。有了信仰的观点，历史的基础是否重要呢？有人认为关系不大，他们觉得信心可以胜过历史而独存，但大多数的基督徒，连我在内，却认为必须有历史的根基，否则信仰不能够成立。正如保罗使徒在初期教会就说过，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所以历史的基础 与信心的经验并驾齐驱，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是一个英国当代非常著名的大气物理学家写了这么一段话，你就从这段话你就看得很清楚，他在追求信仰的时候是非常的严谨，非常的深思熟虑，绝不像有人想的谁都母亲一上教堂就信了。他有了很多的证据还不够，他有各个方面的证据加在一起，他才可能相信这位神。他因为他后来当过哈英国牛津大学的这个大气物理系这个主任，他最后还说，他说啊，很多时候往往是我们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在研究自然科学的时候，在看到神的创造的时候，往往我们因为看到了神的创造，进一步看到了神，认识到神的伟大。所以他本人就认为神一直是用两本书来启示我们，一本书写在大自然上，另一本书写在圣经上，所以这两者之间是毫无矛盾的。他说啊，我多次提到神的启示的两本书，大自然及圣经，圣经特别借着耶稣自己启示神自己。对我来说，最能够激发敬拜之心的经验是同时默想这两种奇妙的启示。当我翻阅一页页的彩色的天文图片，看着那通过望远镜或太空船拍摄的卫星、行星、星云的照片，或者欣赏那从太空实验室或同步卫星自动照相机所拍摄的彩色变幻的地球的时候，我看见宇宙的浩大和太空运作之精妙，我的理性饱受激荡，同时我的感情和想象力也受这些科学观察的激动，我不得不感到惊叹和谦卑。这就是，所以很多科学家他们是在整个研究大自然、认识神的创造的过程中，看到了大自然的精妙，更看到这位神的无比的高大智慧，所以更在神面前有一个敬畏之心。我前边也谈到啊，这个美国的一个太空专家叫达克的伯克啊，他谈到了整个宇宙的浩大啊，人的渺小。实际后来他自己也说过，他自己很有意思啊，这个伯克啊，他虽然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太空专家，但是呢他又是查经班的负责人、组织学的校长。所以在1962年呢，他当把第一个太空人格林送到哈，这从肯尼角那个角，大家在知道在佛罗里达那边哈，把这个送到了太空以后，他马上就回到他的教会去带领查经班，一点都不耽误。而且他最后他还说过一段话，他说，我个人认为太空时代确实给予人很多的好处，它是加强我属灵生命的一大因素。现在我每天更勤地读经，以前我常有到底有没有神的问题，现在我想的已经变为神在我身上有什么目的，我如何才能够为基督做更好的见证。他说，在我和许多科学家的交往中，还没有看见一个纯粹的无神论者。自从我们进入太空以后，我察观察到许多同事更加加深了他们的信仰，很少有一天不听到他们谈及属灵的问题。在以往的数月里，我意识到太空人员有一种心灵的觉醒，现在他们自由地谈论属灵的事情，有的甚至告诉我他们已经接受了基督教信仰，这是我以前做梦都想不到的。这就整个当人们登上月亮的时候，在整个太空中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知道美国第一次哈登月，那是在1969年，那后来又有速度的登月，
然后1971年呢，7月31号，阿波罗号、15号，再一次登月。登月以后，他们就坐着那耗资4000万美元的月球车，大家可以看那个电视哈，在上边旅游，所以采集了很多大量的月球上的标本，说那是真正的一次月球上的探险，因为一直在月亮上待了近80多个小时。那么其中一个飞行员叫做欧文，是一个上校。结果他后来就写了一本书，看了非常感动人。他说当他们开始向月亮往前走的时候，开始看到地球还很大，哇，地球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乒乓球这么小了，开始篮球、垒球，最后变成乒乓球这么小，我才觉得它的速度那么快。当然我们现在想不清楚它的轨道是怎么运行的，因为后来我一个朋友讨论，他说你看，因为地球比月亮大了啊，地球大概是月亮的要体积的这个80多倍啊，质量，那我们在地球上看见的月亮都这么大嘛，所以在月亮上看见的地球一定是比月亮还要大，怎么会变成乒乓球？那我们现在不知道，我去查了他的原文，他确实这么写的，也许他当时的轨道都是原立在月亮的后边，所以看到这个地球变成这么小了。哇，最后他就感到那个运行之快呀，然后人的渺小。结果你知道吗，后来他们从这个月亮上下来以后啊，这正是他的人事业的巅峰的时候。你知道他干什么了吗？他最后向太空总署提出辞职，不干了。干什么呢？进神学院学习去了，他当传道人了。后来他从神学院去了以后，就到处去传道。他最后讲了一段话，他说呀，他说当我们飞向月球的时候，身后的地球最初还可以清晰地看到海洋、白云和山脉，美丽极了，像圣诞树上的装饰。但是4个小时以后，地球却变得像篮球，不久又缩小成为棒球、乒乓球。这时我突然感到自己是这样快地离开地球，内心的感触真是无法形容。他说，神既然应许我安然返回地面，是要我与各位共享一件事。神这么伟大，人这么渺小，他也充满了爱。我有独特的权利看到神奇妙的创造，因此神在我身上有特别的旨意，要我对男女老少传讲神爱世上的每一个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这都是太空专家们的，太空的飞行员。所以你看到整个在信仰和科学之间，它是有一个互动的关系。基督徒带着神的使命，带着认识神、荣耀神的使命，进入科学的研究，成为各个学科的奠基者。反过来说，一个真诚的科学家带着真诚对真理的寻求，去认识神的创造的时候，他同时可以进一步认识到这位造物之主，就是这样的相互的变化的，啊，绝不是心里边一热或者父母影响一下，他就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但是当然，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尤其是搞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我们还是觉得很困难，因为有一个东西在难住我们，就是我前面提到的科学主义，科学万能，科学至上，所以一切必须要用科学来衡量，你科学能够证明的我才能够信，你科学不能证明我就不能信。所以今天圣经中的很多神迹奇事科学不能够证明，所以我们觉得那就是童话呀，那是天方夜谭呢，不是神的话，而是神话，根本不可信。所以我们就有这么一个观点，就认为科学解决一切的问题。那什么叫科学主义呢？何天哲博士写了一本书，他在这本书里边对科学主义啊下了一个定义，我觉得这个定义说得很好。他在对科学主义怎么定呢？他说啊，将科学局部的知识视为人类全部的知识，将科学有限的范围视为唯一的境界，将科学相对的学说视为绝对的真理，并且以为在科学之外的其他学问都没有研讨的价值，以为科学可以解决人生一切问题，所以高唱科学万能，这便是科学主义。也就是说，
科学主义是什么呢？就是把本来科学是在物质世界认识真理的一条道路变成唯一的道路，把科学变为认识真理和检验真理的唯一的标准。科学解决一些问题，科学也验证一切问题，这就是科学主义。实际科学重要不重要呢？科学当然重要。科学是在整个物质世界人们认识外部环境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手段，一条途径。所以科学尤其是近几百年来现代科学的发展，这整个对人类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和很大的冲击。所以科学是很重要的，但是科学绝不是万能的，科学不是验证一切真理的标准，科学是好多地方它都不能够触及的。也就是说科学本身是有它的局限。我这边讲的科学主要是讲自然科学啊，实验学科。那么科学究竟有哪些局限呢？科学的局限首先是由它的方法论所决定的，也就是说科学所研究的对象是有条件的，不是任何东西都可以用来做实验室的研究的。科学研究的对象有好几个要求的，比如说第一，你科学研究的对象一定是可测的、可量度的，一定有一个准确的单位去描述它的。你不管是长度啊、是强度啊、是重量、是高度，你反正有个单位准确去描述它。为什么？因为只有当有个单位去描述它，你才能够准确的描述它的变化。所以当你改变了外部条件以后，你看它相应有什么变化的时候，你就可以一个准确、非常准确的，不仅是定向的、定量的，而是定性的，而是定量的去描述它。只有这样的时候，你才能够准确的描述它的改变，你这样才可以研究。如果说一个东西你没有一个单位可以去量度它的话，你就很难去在实验学科研究。你比如说人的感情问题，人的爱和恨，我们只能说哎，这个姊妹、这个弟兄很有爱心，可以定性的说一说他很有爱心，但是你能说他爱到几个单位吗？你能很准确地描述他的爱到什么程度吗？不能，只能是很有爱心，爱心不太够，或者说这个人怎么这么苦读啊，怎么这么多恨呢、啊、恨到几个单位呢？不知道，是没有一个单位来描述这个感情的变化，你就很难把它放在实验学科的研究。后来有一次一个慕道朋友对我说，他说冯老师，他说我听说人的爱已经可以做实验。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据说啊，当人有爱的时候他会发出一种波啊，你在测量这个波的时候，波的强度的变化就知道这个爱有多少。反正我说我到目前为止还不知道人有爱的时候有一种波啊。我说即便如此，真是人有爱的时候就有波，那么证明我的观点是对的，你一定可以量度它，因为你可以量度这个波，所以你才能够量度这个爱是多少，对不对？所以就是说它这个是有要求的，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研究的。所以今天很多感情的问题都不能够进入实验室的研究，这是它的一个要求的范围之一。第二，科学所研究的对象实验学科一定是可重复啊，只要在相同的条件下一定得相同的结果。你不管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人去做，只要是条件相同得相同的结果，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你们在美国发表科研论文，一定其中有一项就是 materials and method 啊，材料和方法，有这一点，这一点你要写得非常的细啊，你用的什么材料，用的什么方法，尤其是搞生物学、搞医学的要求更高。你有时候你的仪器，你买的药品在哪个公司买的，你仪器在哪个公司出的都要写下来。为什么？就同一个药品，你可能不同公司出的纯度就不一样，它的纯度不一样就可能引起你的结果就不一样，连这些都要写清楚了。你如果你发表论文你这个没写清，他给你退回来，他说你填上你是哪个公司出的药品。为什么他为什么要写这么细？就是说怕当你的论文发表以后，如果别人对你的论文有怀疑，他可以按照你提供的详尽的条件去重复，看能不能得到相同的结果。如果人家能够得到结果，就能够承认你的论文。反过来说，如果得不到这论文的结果，他就会对你的论文提出质疑，对不对？
你比如说有一天我发表一篇文章，哇，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别人让我重复一遍我也重复不了，那你说还行吗？那个这篇文章根本就不行啊，它是可重复性。但是今天很多的事情已经一次性的完成了，不能够重复，这些事情严格来讲都不能够放在实验学科的范围。你比如说起源的问题，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它已经一次就完成了，你怎么能够把宇宙的起源再重新在实验室演变一下呢？怎么可以把生命的起源放到实验室再重新演变一下？根本不可能。是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进化或者创造的问题都已经超越了实验学科的范围，但是我们只能够在实验室做一些试验，来模拟，来估计，来推测当时当年宇宙是如何开始的，生命是如何开始的，但是你没有办法把它重演。所以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这些问题已经超越了实验学科的范围，所以很多时候需要用信心来接受。第三，研究的对象一定是被动的，研究者是主动的。我们研究的人一定改变一些条件，固定一些条件，看看被研究的对这个条件有什么改变的条件有什么反应，是不是？然后我们再改变另外一条件，固定另外一条件，再看看这个被研究又有什么反应。他一定是被动的，按照我们所设的条件再进行反应，做出反应。如果我们能找到一条被研究的对象和条件之间的相关性，也许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个规律，那就可以发表一篇文章。所以它一定是被动做出反应。如果我们研究的东西是它是独立的，你根本无法研究。它独立的是什么？你怎么改变条件它没有反应，它不做出反应，你就没法研究。如果研究的对象是主动的，更麻烦了，你还没有变条件它自个儿就变了。所以这些都完全像这样的问题就没有办法。所以今天有人了，我曾经看见一篇文章了，他要的用这种实验的办法来找神呢，开大会，他站在上面，他说我今儿来做实验，证明没有神。他怎么证明呢？他说如果有神，我让他在5分钟以内从天上下一个雷，打一个雷，打一个炸雷，这个大雷刚好炸在我的头上，把我炸死在这儿，那我就知道有神了。开始看表，5分钟过去了，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所以没有神。你看看没有，他要把神放在他的试验条件来研究的啊，他给神把条件都定好了，你必须在5分钟这个时间的区间以内，而且你必须从天上下一个雷，这个雷还是一个炸雷，是一个响雷，这个雷刚好不偏不正要炸在他的头上。你想这样的把神保的这样一个被动放在他的试验条件去研究，如果真是下一个炸雷把他炸死了，恐怕也不一定是真神，他完全听人的摆布，你怎么可能是这样来去找神呢？所以这些都看见，由于他研究的对象本身的要求和条件，所以在整个物质世界，不是所有的领域实验学科都可以触及的。比如很多社会学的领域，人的感情的领域，这个实验学科自然学科就不能够触及。有时候你可能描述的很准确呀，但是实际完全是两码事。你比如说有一个科学家可以描述，当一个孩子正在玩的时候，突然一个长状的飞行物以每秒钟多少多少米的加速度，什么方位朝这个孩子的脸部飞过来，一下出到孩子的皮脸部的皮肤上，产生了非常不愉快的感觉啊！你看描述的很好，是不是一个奖状的飞行物？那实际情况是怎么样呢？这个孩子正在玩，突然闯一祸，把他们家的玻璃打碎了，所以父亲很生气，猛地扇了他一巴掌，就这么一件事儿哈、啊。你说一个奖状的飞行物啊，这个每秒钟的多少多少加速的方位怎么样？怎么出到孩子脸？你描述的很清楚，实际你不知道这出了什么事儿啊？或者一个妇人在哭，你可以把他眼泪收集下来，一分析。哦，这个眼泪里边90%几是水，这个无机盐是多少，有机酸是多少，分析了半天，你分析的很准确，但是你也不知道这个妇人为什么要哭、啊、这就是完全是连个范畴的东西，你不能够把它加在一起。
所以说你们就从这个条件你就看得见，整个自然学科的研究它在物质世界里边只是一定的范围能够起作用，不是所有物质界它都能够出现。那我们前面几讲也讲过了，整个宇宙除了物质世界是真实存在的以外，却有一个灵性世界的存在，独立于物质世界存在的灵性世界。这个灵性世界里边有神，神是个灵，灵性世界里边有灵界的受造物天使，天使里面有一批堕落犯罪的天使，就是现在撒旦魔鬼邪灵，这都是真实灵界存在的啊！我前面已经讲了很多，很真实，经常就在我们周围你都能看得见。这些东西不是依附于物质世界，它独立于物质世界。那科学，你自然科学的研究连物质世界都不能够全部触及，当然对灵界你就更没有办法。所以你既然要用科学的办法去证明神或去否定神，根本工具就用错了，你科学研究达不到这个地步。所以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科学实验学科的研究是有范围的，它绝不是任何地方都可以去的。所以你要用科学来证明神来否定神，整个这条路就走错了，工具就用错了。正像我们看东西一定要用眼睛，摸东西要用手，听东西要用耳朵，用耳朵去拿东西拿不了，一样的道理。今天你要是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去触及什么样的理，你工具方法一定要对。就今天你要用实验学科的方法去找神，这就错了，你根本是鞭长莫及，你达不到灵界这个高度啊，这是一个局限性之一。那第二个局限性呢，就是说科学成果的本身是中性的，他研究的成果可以用来造福于人类，也可以用来是毁坏人类，对不对？这个道理我不用讲，他不一定说科学的发展一定带来对人生活一定是好的，没有负面的影响，有时候就可能是出现负面的东西。第三，科学可以不断的发展，物质文明可以不断的提高，但是科学的发展并不能够同时解决人的人心和道德的问题。科学可以不断的发展，但是人心道德可以非常的沉沦。所以爱因斯坦自己也说，他说即便科学发展到极致的程度，也不能够解决人的心理问题。所以科学离不开宗教，这是他爱因斯坦讲过一句话。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当美国的这个阿波罗号登月的时候，整个全世界包括美国一片欢呼的时候，当时的总统尼克松他在发表国庆咨文的时候，他就说，他说我们现在已经在征服外太空，他提起大家注意，我们要征服我们的内太空，就是要征服我们的心灵。他是很有远见的一位，这是很可惜，尼克松也是在征服内太空的战斗中大败了，水门事件下来啊，上一届总统 Clinton 差一点被弹劾，也是内太空的问题啊，所以你看了就这个问题都没有相关，没有直接的关系。就是在登月了不久，我看见一篇文章上写的，就当时的纽约哈，上下班的时候，尤其上班的时候，这个公共交通非常的拥挤，地铁啊或者是这个公共汽车，那大家都想挤上去赶紧按时上班了。我就记得像二三十年北京挤公共汽车似的啊，你是根本就上不去啊，后边屁股往上挤，那一上去以后呢，因为前两站就要下了，所以一上去以后我们人就把着车门口都不愿意往中间去，为什么？你要进了中间以后你再往后出游很困难，是不是？所以好不容易上不去，一上去两边都把着门口，但中间还有位置，下边人上不来，这司机就喊了，哎，请大伙上车以后往中间挪几步啊，让更多人能够上来，我们可以开车了，怎么喊都没人动的呀。最后这司机说什么，他说我们现在科学技术都发展到可以把人从地球送到月亮上去了，但是没有办法让人从车门口往里面走一步。我不知道这是真的是假的了，反正这个蛮有哲理的，是不是？就是这个，所以科学的发展，人性道德问题不能够相应得到解决的。而且我们很多人以为科学研究啊，科学家的结论永远是那么公正啊，那么准确，那么客观。为什么？事实面前得结论了，对不对？我是在凭着数据在得结论的。认为宗教心头一热你就信一个什么，那是靠不住的啊。只有科学家的结论是最公正、最客观、最靠得住。
那事实真是这样吗？恐怕不尽然。实际我们从很多方面你都会看到，科学家的很多的结论并不是永远是那么客观，永远那么公正，永远那么可靠的。实际我们会经常发现，科学界作假的事情屡屡发生了，被揭露的是少数，但常常被曝光。我现在这个穿着攀登鞋子不能够放啊。那前几年在《Science》上这个杂志上啊，就有一篇文章，中国科学家作假。我一看第一篇就是北大生物系，哇，六个作者我就好多都认识，哎，我是怎么搞的？当头一棒，我赶紧去看这个结果呀。结果呢，他们是北大生物系啊，1994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发表完了以后呢，就被加拿大的一个科学家发现，这篇文章其中一大段话给人家92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完全一样，一个字都不差。那当着人家发表文章在前，你发表文章在后，你跟人家完全一样，肯定是你抄人家的，你没有说的，是不是？结果人家就告到编辑部，告到编辑部以后呢，当时陈章良还是生物系主任。啊，这个编辑部你到北京大学去调查，据说陈章良都还很合作了啊，就配合他们尽可能根据他们要求去进行调查。不过还好，他们发表这篇文章的这个数据啊，都是自己试验自己做出来，没有任何别的问题。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出在这个具体执笔的这个作者呀，他在写的时候用英文写，有的地方他表达不清楚，想说说不清楚，所以他就开始去看参考文献，刚好就看到加拿大这一篇文章，有一大段话，这是他想说又说不清楚了，非常的高兴。结果呢，就一下把这一段就端上他的文章上去了。那你说引述别人文章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但是你在引述的时候一定要给人一个 credit， 给人一个哈，你就要告诉我这段话，你要有个注解，我这段话是从哪篇文章引过来的，那就一点问题都没有。结果呢，他引过来以后他没说，我想也许他是不懂啊，或者他不了解这个重要性，那结果呢变成剽窃罪，你就等于是把人家的文章剽窃过来，所以最后这一位是离开了北大。所以我觉得这个例子还稍微好一点，那后边登了好几个例子啊，都是北京就是中国的好几所大学这个讲师要提副教授的时候出问题。你刚开始的时候都还好，你只要教学好就行了，是吧？因为有的学校根本没有科研条件。那后来也不行了，你讲师要提副教授，一级是一级刊物几篇文章，二级刊物几篇文章才可以。那最后有的根本就没有找，搞不了科研，都急了，别人都提上去，他提不上去怎么办？就这是真是动真格的了，把别人的文章取下来，然后换一个名字，改头换面，把内容稍微改一下，然后再投到别的上面去，那真是逼出来。实际这些啊，揭露出来以后，这些教师们都非常同情这些老师，这老师都是勤勤恳恳在学校教书，实在没有办法了，别人都提副教授，我这提不上去，逼急了，就这么逼出来以后，啊，就是经常都会出现这个情况。尤其是我后来就知道，很多那些有名的实验室啊，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实验室，那压力最大。因为大家众目睽睽啊，都盯着了，这实验室怎么这么多，好半年了，怎么一篇文章都没出来，结果实际好多数据都全了，就差那么一点儿，哎呀，压力太大了，哎，赶紧添一点吧，就赶紧就补上去得了，就出去，这假就这么给挤出来了。往往我们这个小实验室好，你反正也没发不发表也没人管你，不过你到时候拿不了 grant 就是一样啊，所以它是大小实验室各有各的难处。中国是这样，美国也一样。这个前不久我看见一篇文章，是美国的博士生造假科研成果申遗，那写的是什么呢？美国的健康研究所，就是 NIH 啊，就是美国的这个医药卫生的最高的一个机构了，在华盛顿特区。那一个研究所呢，一个博士生连续向一个刊物发表了几篇特别好的文章，结果特别好。他因为太好了，这个结果他别人老做不着，怎么一天发表好几篇，是 too good to be true， 好的让人开始生疑了。所以这个编辑呢就开始给他的老板打一电话，哎，说你这个实验室的谁谁谁怎么发表这么连续好几篇这么好的文章啊，他实验室怎么做的，别人都做不出来。这个老板一听，老板也不清楚，老板就把这个作者叫来，说你的实验怎么做的，一问他没办法，根本没做实验，
那没说实验怎么出来的，为什么结果这么好，他觉得该是怎么样就怎么写了。那你说那结果不是最好了啊？你知道生物学有时候要乱交哈，这个看你不同的大分子啊，看他band在这吧，他觉得那个地方应该有一个band，他就画一条上去，那你不是就 perfect。 哎呀，后来我认识啊，他的研究所里有几个人，我有个朋友，几个朋友在他的研究所，我就打听一下这个人的情况。他说实际这个人呢、啊、非常优秀，非常的聪明，又非常的勤恳，实际他已经有很多的数据，足足可以写非常优秀的博士论文，但是人心不足啊，他想要更好就造假，最后被开除了，开除出 NIH。 是这些被揭露出来的都是少数。我还看到国内啊，原来在海外校园发表过的揭露这个国内的一个造假呀，那科研成果就是为了取悦有些某些领导，结果就造假，那写的也非常，所以这些被揭露出来的是只是少数，那好多东西我们还不知道。所以不要以为那个科研成果老是那么啊准确，那么恒定，那么公正，那么客观的。而且有时候我们从一个题目的选材到结果的筛选到对结果的解释，很多时候受到我们的道德水准和信仰的影响。我自己也有这个经历了，十几年以前我在一个大学工作啊，做博士后，前半年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后来下半年我又开始做第二篇文章。那后来呢，我就发现得到一些数据，那我就知道如果我这个数据观察是对的，我就会把我老板前几年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全部推翻。我当时心里也很 exciting 啊，也很激动，然后就写了一个实验报告给我老板看一看。他看要很紧张，他说不过你还不能完全说服，结果他又跟我列了几条啊很苛刻的标准，他说你要把这几条都能够证实了才证明你是对的我是错的。好，我说那就这样。说那个夏天我几乎都没有出实验室，就拼命的干，结果把他要的这几条全部做出来，我就写了一篇正式的论文章，我递给他，他看了半天都不说话。我说你不要着急啊，我说这篇文章我们署名发表，有我的名字也有你的名字啊，我们俩人都是作者，与其让别人来推翻我们的结果，不让我们自己来把它纠正了多好。他说好好好，你把这论文给我吧，我再要到另一个地方去查一下最后资料就发表，我就把论文交给他。现在一算都快20年了，这篇论文还在他抽屉里压着。这个人是非常的勤奋，在这个领域也是非常杰出的，我们现在经常还有来往，不过就谁都不提这个事儿啊，他不说我也不说。说实在的，当初我把论文交给他就没有准备他会发表。尤其我现在成了基督徒，我更能够体贴人的软弱，人都很软弱。我就常常想，如果我换个个儿，我是他的地位，我在这个领域又有这样一个地位，但我能不能因为我手下一个博士他的一篇论文就把我前几年的一些论文全都推倒，也可能不一定有这个勇气啊。所以有人问我，你怎么能够跳过这一关，能够饶恕他，心里没有疙瘩？我说因为我信了主，我知道人都很软弱，所以我可以将心比己嘛。就像这些你就能看得到，我经历的很有限了，就从我经历的就会发现很多东西，人科学家的他的结果，他论文的发表都受到了很多因素的影响啊，并不是我们像想的那样是绝对的客观，绝对的公正。我不是说都是假的，乃是说不是永远是这样，常常是有例外的。而且不论一个科学家你的道德水准有多高多低，你再高的道德水准，你的科学研究自觉不自觉一定会受到你信仰的影响，受到信仰的作用。这一点在爱因斯坦是最著名的例子。我前面谈到了爱因斯坦后来在20世纪初期发表相对论，相对论发表出来以后，当然在整个科学家引起很大的轰动。可是相对论发表不久，好几个国家的科学家就发现
相对论里边的公式包含了宇宙不稳定，宇宙要不就在膨胀，要不就在收缩。开始爱因斯坦说不可能啊，仔细一看果然是这样。结果他毫不犹豫的就在他的相对论公式里边加进一个宇宙常数，这个常数一加进去，宇宙既不膨胀也不收缩，他非常的满意。可惜啊，真是可惜。因为后来不久，到了1930年，人们用哈勃望远镜200英尺的哈勃望远镜直接观察天体的时候，真是看到宇宙在膨胀啊。所以爱因斯坦一家的相对论的这个宇宙常数就失去了发现宇宙膨胀这个大好的一个机会。所以后来当这个结果公布以后，爱因斯坦公开发表声明，他说他的相对论里边加一个宇宙常数是他一生中犯的最大的一个错误。这种态度是真是可嘉呀，这么伟大一个科学家敢于公然的承认错误。但是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这么严谨一个科学家会这么急急忙忙这么草率的加一个相对加一个常数进去？就是他的信仰世界观在影响他。为什么？因为爱因斯坦当时他还认为宇宙是永恒的，宇宙不可能有开始，如果你宇宙是在膨胀或者收缩，它一定是有个开始，所以这样的话一定就和他的世界观是相违背的，是他一定要用他的实验来符合他的世界观，是他毫不犹豫就加一个宇宙常数。大家看见了没有？他实际没有自觉他已经受到了信仰的影响。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你都会受到你信仰体系的影响。所以我就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我们不要认为我们科学研究是最靠得住，实际有好多的因素在左右着我们的研究，这些都是谈到科学的局限的一部分。当然我们在谈到科学的局限还有好多的方面可以看到，你比如说科学只能够描述神的正常的作为，也就是说当神按照自然规律办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描述自然规律，但是对神的超然的行为，当神不按照自然规律做事的所谓神迹其实发生的时候，你科学就没有那能力。你比如说六日，神的六日的创造，各种的神迹奇事啊，复活，新天新地，你怎么去弄？大家经常问说这个创世纪第一章怎么写这么简单呢、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怎么有的光啊？能不能写得详细一点？我说不可能啊，写详细一点恐怕写多少卷书都写不清楚啊，怎么一说有光就有光了、啊、神就是告诉你他就是这造物之主，他一说这事儿就成了。你要说具体追究这个过程，你永远没有机会穷尽，而且人恐怕远远超越人的智慧，怎么从物变有啊，无光变成有光啊？因为根据热力学第一定律，任何物质和能量都不能够被消灭，也不能够被创造，只能从一种形式转换为另一种形式，它怎么从无到有变成有光啊？所以像这些问题你根本没有办法去了解啊，这些都是超越了科学的范围。同时科学即便是在描述神的正常作为，就是描述按照自然规律认识自然规律的时候，他只能够解释如何啊，你比如说这件事如何运转，这个规律是怎么样运行的，他不能够回答为何，他不能够解决一个终极的问题，不能够解决这个目的的问题。你比如说我前面讲到的地球的生态条件，为什么在整个太阳系唯独只有地球有生命，生命各种的生态条件只有地球才有，为什么？你科学可以发现可以了解、哦、为什么会有生命，它有水，它的温度多少啊？它的这个偏斜春夏秋冬啊，你可以教很多，但是你不能够解决有什么目的，有什么终极的意义在里边，这个科学没办法，是不是？你比如说月亮的形成，月亮究竟怎么起源的？过去很多的学说都是什么地球没有形成的时候在旋转，旋突甩出去一块就成了月亮啊。所以为什么？因为月亮很重要啊，月亮离地球这么近，所以呢月亮的这个和地球之间的引力啊，对整个地球的山海洋的形成，甚至对整个生物的韵律啊，生物都有节律的，生物的韵律都有影响。所以我们知道有时候福尔蒙的时候，美国是这个狼人就出来了哈、啊、那个 monster 就出来了，那当然不是一定是真的，但只是说它的阴晴圆缺都和地球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很长时间就以为月亮和地球一定是同源的，就从地球这么甩出去了。那后来当阿波罗号登月的时候，取了大量的月亮的岩石的样本，
一花眼，我曾经看过，在我还有 Dayton 的空军基地，就有月亮的岩石，我亲自去看过，就一花眼，月亮上的这些矿物质的含量的比例和地球的岩石差别很大，就是不可能是同源的。是这个，就由于这样一个标准，大家很多科学家认为，就是这样一个标本，就把整个过去一系列的对关于月亮的起源的问题的学说全部都打得粉碎，没有办法。那月亮又是地球离这么近，关系这么密切，月亮怎么来的？不知道。所以像这些因素，为什么月亮就恰好存在在这儿？像这些问题，你科学就很难去解释。我前面也谈到水的反膨胀，是不是？水在摄氏四度的时候密度最大，可是降到零度结冰的时候，它反倒比重变小，变轻了，水就浮上来了。所以你可以从水化学的角度来解释水为什么会如何会反膨胀，但是你不能够解释它终极的原因。为什么？是你只能从神的启示看见这个水的反膨胀对整个水生生物的生存的直接的关系。这是一个创造，是一个设计。但是这些问题你都完全超越了的范围。另外，自然科学可以认识神所创造的宇宙的规律，但是认识了神所创造的规律，不等于认识了创造规律这位神。这是两个概念的问题。你自然启示可以通过神的创造知道有设计者，有创造者，但是你不知道这个设计者创造者是什么样的，是一神呢，是多神呢，是泛神啊，是自然神。这些问题一定要通过神的特殊启示，你才能进一步明白。所以像这些我们都能看到科学的局限性。而且有人甚至说，如果说科学是求真的话，基督教的信仰是求真、求善、求美。所以信仰是超越科学的，而且科学的真呐、有时候都是相对。你今天看到很真的东西，再过几十年，恐怕好多东西都没什么价值。我看看我在美国发表的论文，现在纸都开始发黄了，才多少年呢？不到20年，好的东西，所以再过多少年一看，恐怕完全都不对。但是基督教的信仰，他信的这位真神，他是绝对的真理，他不会变化，他不是相对，是个绝对的东西。所以从这些东西，我们就慢慢看得见，整个科学它是有局限性的，科学不是解决一切问题，尤其当科学要面对信仰的问题，要面对这位神的时候，根本不够。实际科学和信仰不是一个层次的东西，科学和信仰有结合的部位是什么？就是说神创造的宇宙赋予它规律，科学的任务就是去认识去发现神所创造的规律。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和信仰是可以连在一起的，所以人可以通过科学研究进一步去进到信仰里面去，但是不是一个层次的东西。所以很多学者认为人的思考的层次可以分个三个层次。最基础的这个层次就是科学 science。science 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知道。所以他要去描述去了解整个宇宙运作是如何运作的。这是最基本的一层。那么在这个基础上了解了宇宙的运作以后，人们就要开始对这个运作从人的角度去做出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呢？所以人就要从他的角度去看世界，去解释世界，所以世界观方法论就出来了。所以在这个科学认知的基础上，哲学的东西就出来了。要去认知这个世界，要从人的角度去解释这个世界。实际在哲学以上才是信仰。我相信 I believe。 为什么信仰是最高？因为科学和哲学都是从人的角度往外看，从下往上看，唯有信仰是从上往下来的。神把此启示赐下来以后，我们按照神的开启，我们去认识神的信仰，接受神的信仰，所以这个层次是最高。所以我们不要以为科学信仰老师好像老师在打仗，实际这两个不是一个东西，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下边，但是它有结合部。我就刚才谈到的，神创造了宇宙的规律，科学的任务就是认识神创造的规律，所以在这一点上它有一致性的东西。所以如果大家明白了这些道理，你就会发现自然科学无法证明的不等于不存在。你像神灵界的很多事物不符合科学的，不一定是假的或者错的，
因为很多超然的事情可以发生，童女生子，死人复活，不一定是假的，说人做不到的神可以做得到。所以像这些问题，如果我们慢慢清楚以后，我们就不再会把科学作为一个检验真理、认识一切真理的唯一的标准。我们只是知道科学是在物质世界认识真理的一条道路，所以我们就会承认在科学、自然科学以外还有真理，自然不能够触及的地方还会有很多真实的东西的存在，就灵性世界的存在、神的作为。所以这样的话，你一看你就不会把这科学和信仰老是矛盾啊。科学不能够证明，我不能够信你啊，你同情甚至死人复活，你这位神我不能够信，这是两码事儿。科学只能够去认识、去描述神的正常的作为。所以像这些问题，我说大家比较清楚以后呢，就会容易解开我们的思想，不至于我们老陷在科学和理性这个束缚里边不能够出来。是让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开阔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在实验科学以外还另有天地，还有很广阔的天地我们不能够触及的。人真是很小啊。我曾经谈过，人能活多少岁啊？活80岁、100岁，就算活100岁，你掐头去尾，你把年少的时候、年老时候去掉，你真正能够敏捷的思维、很勤奋的做研究50-60年，50-60年当中，把吃饭的时间去掉、娱乐的时间去掉、把睡觉的时间去掉，剩下20-30年。你说这20-30年，我们能看多少书，能够研究多少东西，能够走多少地方？你能说我认为不对的就一定不对，我认为没有的一定没有，那就是很武断的，是不是？人神是非常的高大的。你看我们今天生活在几度空间呢？生活在3度空间。如果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把时间也加进去，4度空间，勉强说了，实际多一度就多很多呀，是不是？1度是一条线，2度就是一个平面，3度就是一个立体了。4度反正把时间加进去，勉强可以说，5度什么样？就很难想象，是。我记得英国有一个学者写一本书叫做《扁平国》，他就写啊，这个很多的这个生物哈、啊，都生活在2度空间之中。实际呢，他当时写这本书啊，是要讽刺当时英国的阶级社会，就是英国有很多等级嘛哈、啊，他就是都是这些这个人呐、啊，这些人物啊，都是用几何图形来表示的，等级最高的就是边儿最多，等级最低的就是边儿最少。那当时的祭司啊、阶层啊，这些都是等级最高。你们知道祭司是什么形状吗？圆形，用圆形可以内切外切无数的边，你愿意切多少边就切多少边，对不对？那么等级最低呢，当时是妇女。你知道妇女像什么？像一根针，几乎是二边形，哪有二边形呢？啊，就是最少你是三边形嘛，一根针反正就像二边，只有2条线这样连在一起的。他就是那意思，他本来就是来讽刺英国的阶级社会。他就是，但是有一天呢，他是一个3度空间的球，就来访问这个2度空间的这个扁平国。哇，这些人都看呆了。他说：“你看，我给你变一个戏法。”他说：“我开始是一个小圆点，一个黑点。”那怎么样？它这个球和这个面相切的时候啊，刚一接触就是一个点吧哈、啊，它再往下走，就切出一个的圆圈，开始小圆圈，要圆圈越来越大，切到这个圆心的时候最大。他说再往下切，我圆圈越来越小，最后变一个点没有了。哇，这2度平面的人看着目瞪口呆，怎么会这么变呢？但是你从3度看着很简单的嘛哈、啊，就是一个球往一个面的上下这么切就完了。而且他说你们都回你们家里去，啊，把你们关上。把你们所有的箱子柜子都锁上，我在外边一看就知道你们家里有多少人，你们这个箱子里边装的是什么。他说怎么可能，都进去门一关上，箱子都锁好，柜子一锁好，他说你们家有什么有什么啊？这是怎么会这样？为什么都在2度平面上啊？就像你画图似的，你画的那个柜子里边有衣服，不都在这个平面上吗？是这个3度空间一看全都一目了然了啊！所以大家说这是不可思议啊。最后这个3度空间说，我带你们一起到我们3度空间，你看看
哇，这些扁平工人到三楼空间一看，大开眼界，说回来说，哎呀，外边的三楼空间好得很呐、啊。但是这个两楼空间的人打死他都不信啊，他怎么可能还有三楼空间？我这两楼空间生活的还蛮好的，你们一定是错了。哇，这搞得很厉害啊，就要把他们处死啊。最后还是三楼空间囚犯他们救走了，就写了一大堆这个扁平故事。我这是告诉大家什么意思？人很有限的，我们人百十年，在三楼空间里边，你今天要了解神的事情，好多事情我们一定要谦卑下来才行。因为今天就你宇宙有多少空间呢？说不清楚啊。八十年代有一科学家提出一个假说，叫做这个超弦理论，叫 superstring。他们就估计哈、啊，估计宇宙的度数可能是11度到26度之度。我刚才说了，连5度都想不出来，那11度什么呀？26度什么呀？啊，觉得实在，而神还在26度之外了，因为这个空间都是神造的。你说神和人之间有多大的差距？有时候我们连想都不能够想，这个差距之大呀！我信主以前，有人跟我做一个比方，他说人和神差别很大，神就像一个人，人就像一只蚂蚁。哇，我当时听得很委屈啊，我怎么会这样？我人就这么小吗？小的就像一只蚂蚁吗？我现在一看，他还说得太大了，都在三楼空间里待着呢，实际完全是不一样的。实际明白了，神在整个三楼空26度空间之外，你就知道神多高多大。你人这么有限，这么短暂的一生，可怎么可以去穷其了解所有的奥秘、啊、怎么可以凭着这么有限的自然科学的实验的方法去了解一切的问题、啊、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放眼看世界，我们能够放眼看神所创造的宇宙，大概我们就能够知道我们应该谦卑，应该在神面前去谦卑。所以这是为什么当阿波罗号登月的太空人到了月亮上以后，他们情不自禁的就朗诵诗篇第八篇，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在那个时候，整个地球，整个人类在宇宙面前显得那么渺小，这个时候人就情不自禁地从内心发出呼喊，人这么渺小，这么短的，为什么神把我们爱到这样一个程度？是我前面也讲过，人的骄傲都是无知，不知道自己知道的很少，所以才敢骄傲。真正有知识的人，知识真正知道人有无限的人，是不敢骄傲的。所以很多伟大科学家都让我们通过科学的研究，真是在上帝面前学习谦卑，真是俯伏在这位造物主的面前，求他的帮助我们，求他的带领我们，求他的开启我们，能够真实营造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踏上他所赐给我们开辟的一条永生之路，将那个永远和神在一起。啊，所以我刚才通过我们刚才讲的这一些科学啊和的局限性，我们就看到我们过去所接受的科学万能、科学至上这样一种世界观，实际是不符合实际情况，而且这样一个世界观恰恰是男主知识分子接受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性上的障碍。所以让我们能够看到，科学虽然是很重要的，也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能力啊，神赐给我们的一个智慧，神给我们的恩赐，让我们可以借助科学的研究能够造福于人类，同时能够认识神。千万不能够错用工具，用科学的发展来否定神，用科学的发展来反对神。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有的科学家就走了这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实在是很可惜的一条路，本来科学研究是去认识神去荣耀神的，结果反倒走错了。所以我们就通过今天我们就看得很清楚，
科学只能在物质世界的一定的范围内起作用，它绝不是万能的，也绝不是至上。我们要开阔我们的眼界，看着实验学科不能够触及的真实的客观的世界，看到这位创造我们的真神。所以我想，如果我们的朋友们能够在科学主义这一点上能够有所突破，能够认识到科学的局限性，那么我们就能够真正敞开我们的心，有一个开放的心来了解基督教信仰很多所谓不合科学的超然的事情。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打开我们的心，啊，求神来帮助我们，啊，大家也可以好好的思考，啊，我刚才谈到的这些科学的局限性究竟有没有道理？如果有道理，我们就好好的把过去那种认为科学万能、科学至上的东西把它丢掉，啊，求神呢重新让我们能给一个新的眼光、新的世界观，能够更准确的、更客观的来看待神所创造的世界，能更客观来看待神给我们的启示，能够明白他的启示，能回应他的启示，最后能够悔改，能够归向他，能够成为他的儿女。